我是穿越火线手游的项目经理彭胜，也是此次 VLIFE 的制作人。听到老师提示是穿越火线的这个项目经理，对，因为小私心啊，从小真的玩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我这次带来的小伙伴，他是我们穿越火线宇宙里面的新星成员，天才少女云悠悠。无论阴天下雨还是多云转晴，想占领你的心每一厘米。她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一个美少女，我希望她对于我们穿越火线手游的意志是一个传承。想对你说句晚安，对你说句晚安，对你说句晚安，晚安呀。星星已经睡了，月亮已经睡了，你会梦见谁呢？想听你说句晚安，听你说句晚安，听你说句晚安，晚安呀。怀里等了夜晚，关不掉的浪漫，只想听你说一句晚安。